来到国王城市 King Autos， 最受国粉喜爱的 SUV 来啦！管你跨界不跨界的，通通有哦！还有更高级的在后面哦，看下去立得在 Go！ 精选一，大家是不是想出国想疯啦？福斯商旅与星宇航空合作举办一场伪出国的 T6.1 Multivan 发表会，这排场也太有话题，请收下边边的膝盖。精选二，当所有电动车都在讨论节能的时候， Maserati 也推出了首款油电轿跑 Ghibli MHEV， 但这次节能不是重点，性能才是唯一，因为这是一台内建发电机的油电车，哈哈哈，惊讶了吧。精选三，还记得近三个月前全球首演的 Eclipse Cross 小改款吗？等啊等，盼呀盼，果然在最短时间速度引进国内了。日系进口加上国产价位，还有满满的安全跟科技配备，不心动都难。精选四，边边知道各位果粉都想买休旅车，但休淡季嘞， Ford Focus Active 以超强势姿态登场了，南瓜三项同级唯一及三项同级第一，重点是顶级版不到900,000元，懂买的快购。精选五，想要超大空间更多人坐，谁说非 SUV 不可？ Toyota Sienta Crossover 偷偷长高2公分，小小的差异却更贴心舒适，如此贴近生活的家庭用车不考虑吗？以上带大家快速回顾本周热门新闻，更多完整内容继续往下滑到影片说明就能回顾文章咯，记得给我们一个 like， FBIG 也要 follow 哟，下周再见啦， See you。